一年一度的动漫季，两天在圆山花博珍宴馆热闹登场。最大的亮点要看到特别扮演成动漫人物的 cosplay 玩家，吸引了很多人抢拍。就有 coser 分享说，光是这全身定做的服装就花了3个多月，一大早出现了好多动漫迷直冲进场。一开放入场，大批动漫迷手到狂奔，直冲会场。一年一度的动漫季，4号、5号连两天在圆山花博公园登场，排队人龙绵延好几公尺，看不到尽头。其中最大亮点就是 coser 的精心打扮。对着镜头摆 pose 卖萌，显眼粉色的精致妆容，还有这一身服装更是专人特别定做。衣服定做大约花了2个月。然后全部的定做，全部做下来大约是花了3个月多。角色是我一个第一个入的 VTuber， 自己画，是自己画的，对，来做的，2-3小时，蛮久的。对，银灰色双马尾，戴上毛绒耳朵，转身还露出长长尾巴，从上到下神还原角色。看超过1000摊，从台湾原创动漫插画到独立出版社等，通通有，瞬间走进漫画里。动漫迷千万早上7点抢着卡位，自备睡袋、棉被，还用行李箱装。排了多久啊？至少12个小时了，24个小时啊，服装的话，就大概是这是它的长发版本。然后刚好跟今天展出的版本是一样的，还蛮雀跃的，因为会有很多日本人过来，然后还有一些不同的摊位，满满周边商品、造型、玩偶、公仔等都买得到。尤其今年20周年，主办单位预期两天将涌入超过4万人 ，coser 大集合，让人逛得过瘾。记者周云、邱荣庆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